腓利门书，这封信是保罗坐牢期间写的，也是新约中保罗写的最短的信。别看内容少，它却是保罗最具爆发力的一封信。把这封信的细节拼在一起，就能看出事件的背景。腓力门是哥罗西城一位富有的罗马公民。当保罗在以弗所宣教时，他们相识。腓力门因此成了基督徒。后来，保罗的同工以巴弗在哥罗西建立了教会。 腓利门成为这间教会的领袖，并在他家里聚会。腓利门像罗马所有的家主一样，拥有奴隶，其中一个叫阿尼西姆。一次，他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。阿尼西姆在某些地方得罪了腓利门，也许是偷窃，也可能是欺骗。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。但不久，阿尼西姆就逃跑了。最后，他去监狱找到保罗，可能是向他求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成了基督徒，并成为保罗的得力助手。 保罗写这封信时，察觉到自己的处境艰难又微妙。他不但要请腓利门原谅阿尼西姆，接纳他回来，并且要把他看作是一位主内的弟兄，而不再是一个奴隶。怎么办呢？保罗先从祷告开始，首先赞扬了腓利门，为他对耶稣和众人的爱心和信心向神献上感恩。然后，他为自己接下来的请求讲了一句铺垫的话。 愿你与众人分享你的信心时会产生功效，使我们可以知道，在我们中间的一切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此处的关键词“分享”指同伴、团契，希腊文写作库 o 涅 n a 意思是分享或共同参与。当有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接受某样事物并彼此分享时，他们就成了同伴。保罗说：“对耶稣忠心，就是看待所有的信徒都是平等的伙伴。” 共同分享从神而来的爱和恩典。对保罗来说，在耶稣的门徒中与人成为同伴的经历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更是在人际关系中的行动。保罗表达完这些铺垫之后，终于提到了阿尼西姆。他说：“阿尼西姆在监狱里成了他属灵的孩子。”这是指保罗引导阿尼西姆把自己的生命和忠心献给耶稣。现在他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了。 阿尼西姆一直在监狱里忠心的服侍保罗，保罗很想把他留在身边，但保罗知道，既然阿尼西姆和腓利门都自称是基督徒，他们之间的冲突就需要解决。所以，保罗大胆地请求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回去，并且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在主里是亲爱的兄弟。这个建议其实让人很难接受。 因为按照罗马法律，腓力门绝对有权惩罚阿尼西姆，甚至把他投进监狱。但保罗不仅请腓力门原谅阿尼西姆，还要欢迎这个从前的奴隶回到哥罗西，并像家庭成员一样得到平等的对待。这种做法已经不止于仁慈，简直闻所未闻。让奴隶得自由，还要待他们像家人一样，这完全颠覆了罗马社会秩序的现状。 凭什么腓力们要这么做呢？保罗在此做了一个智慧的表达，重提开场祷告时的关键词。他说：“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”从这句话可以看到，保罗活出了福音的核心，首先就是和好，就像他对哥林多人所讲的：“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”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保罗把自己换位到耶稣的角度，亲自承担阿尼西姆犯错的后果，他愿为此付代价，好让阿尼西姆与腓利门和好。不过，保罗的建议远高过法律行为，关注的仍是同伴。阿尼西姆、腓利门和保罗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，同样都需要被饶恕，因为在十字架前人人平等。 这意味着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之间不再是主仆关系，在基督里他们是一家人，是弟兄。正如保罗对腓利门和整个哥罗西教会所讲的，在此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，瘦歌里的和未瘦歌里的，奴隶和自由人，唯有基督是一切，也在一切之内。保罗在信的结尾表示，他坚信腓利门一定会做的比他要求的更好。 他请腓利门为他预备一间客房，等他一出监狱就去拜访对方。最后是一些问候信就结束了。保罗的腓利门书如此有影响力，原因有很多。在保罗书信里，只有这一封没有明确提及耶稣的死和复活。这并不是保罗粗心大意，他不需要用言语来解释十字架，因为他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表达出来了。保罗亲自演示了十字架的含义。 他使自己成为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与神和好的途径，也使他们彼此和好。这封信让我们看到，耶稣福音是非常个人化，却绝不是私有化的。事实上，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如今在基督里的弟兄关系，让他们的主仆关系变得无关紧要了。在基督的家中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领受神的恩典。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群体。 或者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所说，是一种新的人类，人们的价值和社会地位不再取决于种族、性别、社会或经济阶层，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是平等的同伴，一同透过耶稣分享神的医治和怜悯。这就是腓立门书的经义。